是狼人。不过没关系啊、哦，我们屌炸一下，有炸到就是我的，没炸到就是怎么样呢？下一场，莫比乌斯，莫比乌斯，莫比乌斯啊，莫比乌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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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莫比乌斯，啊，莫比乌斯，莫比乌斯，莫比乌斯啊，莫比乌斯。你好啊，黑石的我喜得啊，在这个玉痕猖狂的版本，我发现其实舍弃流也还蛮好在这个环境生存的。基本上舍弃流是一个比较没有互动的牌哦，只要自己的牌顺顺，如果有德古拉有天启的情况下，胜率其实还挺稳稳的。然后我们放了一些上能力的金牌手，最主要的是舍弃流变强的原因还有一张刀锋战士啊，刀锋战士是稳定器最右边的卡。那有时候我们搭配我们的这个西服女士砍下去砍天启以后，然后我们的天启会在最右边，我们就可以到刀锋战士砍一次，或者说我们的带肯哦丢刀出来一定是在最右边，我们可以稳定的砍一次。蜂群虽然说在这个莫比乌斯的环境没有发挥作用，但有时候你不是每一场都遇到莫比乌斯，再加上现在舍弃了也没有好用的二能卡可以替换，真要替换的话就是换一个金刚狼吧。但我觉得没有遇到莫比乌斯的时候，我们还是可以靠这个蜂群摩多克打个爆发。话不多说，我们出发上大床。东西府欸，嘟嘟嘟嘟，哎呦，拿到 Brand 了，舍弃流来了，全部都是这一套，好烦！哎呦，开砍环节，开砍了，平步雪月 Snipe， 枪，等下可以，哎呦。靠腰嘞！到底是怎样啊？这个好像在哪看过这个画面，昨天是不是啊？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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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不要喜事玩笑！哦，沙漠蛋哦，凯凯。熟悉的麦香最对味，看看，哎，然后死我了，哦，可以这样搞，哦，原来可以这样玩啊，拜拜，哇，这边要套赛了。一定是怎么样哦？气牙美丽家哦，气牙美丽家吃天启怎么输？要不然就是怎样气天启以后还是气天启双起临门怎么输？不平民九幺九五八五，哎，哇塞，炸得好哎，萝卜头。啊，舍弃流这样才对嘛，别人的舍弃流就要长这样。哦，继承王之力 ，Shatter 二十八高，这么输，爽啊！耶、yeah! ，一下，这种最好喽，我最爱这种。老爸爱我，我爱老爸，我最爱这种。老爸爱我。我爱老爸。哎、欸，会不会摩托车掉下去就输了？会不会啊？怎么可能？我的运气有这么差吗？啊！那、啊、老玩到我就玩到那一款出，我就直接转型。如果那个时候室内粉还没有火起来，我就转型，我直接去当群星实况主，嘿嘿，直接怎么样回转？也是舒舒服服。
精彩的要不要要不要聊天室的美女，哎呀，鬼子乱炸，主播还敢写些啊？活起来的定义是什么？就是一种活章鱼，然后在那边当一只章鱼之后就会 snap 它，这种活章鱼的概念。安加利暴走雷神吼，不会放弃啊！我就每个礼拜二玩新卡，然后喜得来喽。哦，我想要玩的，对，就还是会玩啊，就是每个礼拜，如果真的变那样的话啦，如果、啊。真的什么事都不好说，我就每个礼拜玩个新卡，怎么样？怎么样嘞？啊、嗯，玩完新卡就换别的游戏啊。反正我最期待的是，哎、欸，礼拜三了，现在因为礼拜三了，超烦。哦，这边放不下去，天哪！完了，太聪明。哎呦，他很笨，鬼子，这在玩什么啊？啊，这个好奇怪，第一名啊，547，好耶、欸。两张阿兄啦，哇，震爆，锵锵。哦，好帅哦！开炸！哇、哦，舒服啦！拽什么啊？什么东西？他怎么看起来有点恐怖啊？哎、欸，快转！八分到手，梦想有用。八分到手，梦想有用。啊，太虎了吧！红顶胜啊，红顶胜啊！